哇，上面那个才是茶壶山，对不对？茶壶山还没看到呢，还是被挡住了。我们右边这个，应该在右边，在右上方。这个刚才我们刚刚看过来是这样一排嘛？哇，让我们爬到这个不容易。我们在那边先休息一下吧。好啊，休息休息。有点喘了。哇，都没喝到水，不要紧。哇，这个以后可以跟人家讲故事。有没有听到人的声音？哇，你还有体力走到那边去啊？可以啊，走到这边来没有问题啊。哇，哇，好漂亮哦！哦，那边是半屏山，小郑，在那边，茶壶山在那里，茶壶山在这边。一边茶壶山，一边是半屏山，所以那个，对，金老二在这里。哦，这条很有名的呢。哇，小珍妮啊，你出名了。上来，最后一小段路。这边还要上哎。对啊，要上啊，在那边啊。东西放着，东西不要拿。哦，这里可以想见你那个背那个十公斤的，然后还能这样走，那太厉害了。徒手走哈，都还比较轻松一点。你看看，写一个金老二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很有名的这条路，金老二这个有一条叫金老二步道。很有名的哦，金老二。对，金老二步道就是这条，就是我们刚刚走的这个很难走的这条路。啊，上面的风景很漂亮。哦，这全部是芒草。哇！来来来，在这边拍几张照片留念。哇！哦，太不容易了。哦，这边就很舒服，很凉啊。哇，太不容易了。我也没有帮你拍照吗？对，要拍要拍，要往这边拍漂亮啊！哦，对呀，我知道。